This is the Dubai World Super Series Finals. Please welcome the players for the women's singles onto court one. First up, from Thailand, Ratchanok Intanon.好，我们现在回到2015年超羽年终总决赛的第一天比赛，是分组预赛。那么即将为您带来的呢，是由现在画面上这位程池炫啊，要迎战泰国的伊瑟农。伊瑟农稍早呢已经出场了。这是B 组的赛事。稍早，我国的选手戴资颖呢，跟目前当今的世界球后马琳，交手两局，是以16-21、9-21输给了马琳。不晓得廖志前老师，您看以这样的比分来看，当然第一局啊，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过，马琳跟小戴呢是一度打到16-16平手，让马琳是连拿五分嘛，哈，来到了第二局，等于双方气势就好像感觉是就有点消长啊。是对小戴来讲，如果说要进军明年的里约热内卢奥运来讲，是不是有一些警训，要怎么再来加强他的攻守方面的一些训练？对，其实小戴最主要的就是在整个还是在他的失误哈，一定要减少，只要他的失误每局里面大概不要超过6个以上，其实他的胜率是非常的高。但是就是压缩，必须压缩在这个6个以内就对了。对啊，因为你的对手，即使他也会对手也会失误，但是小戴相对的打对手，他的自胜球是比较多，所以只要是把这个整个他的非受迫性的失误压低下来的话，其实小戴还是非常有机会。对。伊瑟农昨天跟周天成一样啊，周天成是这个男选手最佳服装奖，那么伊瑟农呢，穿个这个半露这个肩膀的，对，黑色的小礼服，对，所以他也获得了这个女球员的最佳服装奖。那么这次伊瑟农呢是他的排名还不错，他这等于是第七名啊，等于第七名，因为李雪芮是排名第四，但是他在排名上落后中国的同个队友王世贤跟王一涵，所以李雪芮这一次呢并没有能够来参加超羽年终的八强总决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伊瑟农跟程池炫过去交手10次，程池炫是6胜4负取得领先。那么伊瑟农目前世界排名第七，生涯216胜105败，今年的战绩36胜14败。不过他的超级系列赛的战绩并不好，虽然一度啊拿到印尼公开赛的冠军，但是今年超级系列赛的只有12胜10败。换句话说，他参加了11站的比赛啊，除了这个丹麦没有参加之外啊，他总共只拿到12胜，那平均真的是只有一站只有一胜而已哈。程池炫世界排名第四。生涯战绩223胜115败，今年是36胜15败。他的超级系列赛战绩呢，也是参加了11站，19胜10败，要比伊瑟农的12胜10败要稍微要逊色一点哈。
郑铮铉成绩最好的就是在韩国公开赛里面拿到了冠军，另外在澳洲公开赛以及丹麦公开赛都打进了四强，这是他最好的成绩。我们来看看这个表格所显示的是双方交手十次，郑铮铉是6胜4败。那么上一次在蛮久了，是去年的5月的优霸杯，伊瑟农是直落二，打败了郑铮铉啊。Umpire 是这个主审是来自摩里西斯，是另外发球审是来自印尼。Ready to play？ 那这场比赛的主审呢，就是刚刚那场比赛前一场比赛的发球审。郑铮铉今年在韩国公开赛表现的最好，当时他在决赛呢是打败了王一涵拿到冠军，准决赛打败山口茜，八强呢取胜我国的戴资颖，第二轮是赢韩国的自己的选手金罗英，第一轮是打败日本的佐藤亚香。伊瑟农在今年也是拿到印尼公开赛的冠军，决赛是打败桥本优一日本选手，准决赛打败中国的王世贤，八强赛事打败印尼的林达文，第二轮打败泰国的布沙乃，第一轮呢打败我国的白玉珀。好，比赛要开始了啊！背对镜头的是郑铮铉，身材非常的高大。伊瑟农第一个球就是后场的失误。伊瑟农偶尔也会犯了一些就是失误比较多的毛病啊，对，这一点跟有时候跟小戴球风其实也是蛮类似的，但是最起码他的失误是有 service over one， 也会决定这个他整个这一场球胜负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他一些大角度都变化的球都能够打得出来的话，其实今天在稳定度再加强的话，那郑铮铉就会比较危险，那相对的只是他的失误比较多的话，那伊瑟农确实就比较不容易取胜。对，这个打的角度应该算是相当的刁钻，角度很大。可能出界了。我们记得去年的超羽年终八强的总决赛，这个女子单打的决赛，当时小戴就是直落二打败了郑铮铉啊。对，而且比数还差距还蛮大的。对。好球，就是一个瞬间对角的花拍。当时郑铮铉呢，第一局得17分，第二局只拿到12分而已啊。换句话说，两局只拿31分，应该说两局只拿29分。29分，一局还拿不到15分。出界了，这球出界。其实伊瑟农的手法也是相当多变化，是没错。他先顿再打的这个角度啊，往往会让对手啊在第一时间很难以判断。所以他像有些球，他都会先停顿了一下，再做一个处理，所以时间让这个对手在整个移动上哈，可能会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漂亮的往前。对，这球应该是先。有错啊，造成了郑铮铉在救球的时候啊，增加了很多的困难。伊瑟农在去年参加
超羽年终的八强总决赛呢，也是有伤带伤比赛了。他只是在预赛打了两场比赛，分别是输给我们的戴资颖跟山口茜。哦，这球应该还是 inside 哦。哈哈，嗯，是今天。Four all。这球还是出界，对，所以今天一色龙打的位置可能是算是比较顺风的位置，其实不过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有挑战的空间，也有挑战的空间，哇，这球是出界没有问题。是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伊森农了刻意把这个球啊送到后场，但是力量打得太大了。对，其实在整个这个陈志宪的战术上也确实也做了很好的一些应用，所以他知道说在伊森农的往前的变化来的比较多，所以他大部分都是做一个就是两边后场的快速平推，好，所以他尽量不跟伊森农打往前。哇，还是出界。对，刚刚我们特别谈到，就是伊圣龙这样子的出界哈，会比较多一点了。这是他必须要克制，也必须自己要克服的。是，所以今天陈志宪的策略应该算是以到目前来说，算是相当成功的。哎呀，要做一个虚攻，还是打成了挂网。对。所以他就是不再跟你往在往前上跟你斗，但是两边的后场在尽量跟你拉掉的时候，像这个时候伊圣龙的他这个失误的缺点就暴露出来。这球是陈志炫的出界了啊，连得五分的攻势啊，在这边告一个终点啊。陈志炫是去年啊，一连四年，今年是等于连续五年都有参加超羽年终的八强总决赛。当然，他过去来讲是以去年表现最好，打到了决赛，而且最终拿到了亚军。哇，这球，这是等于是一个大对角的变线，虽然这个长度不长啊，但是落点非常漂亮。对他这一点哈，这一次有做一点变拍啊，是一个花拍的对角变线的处理。伊圣龙的直接攻击得分。Service over six nine。伊圣龙是2012年第一次参加超羽的年终八强总决赛。那么当年呢，他有打进了四强，不过在总决赛输给了王世贤，没有能够更上层楼。哎呀，这球，感觉不难救，可是伊圣龙好像没有借到对手的力，是这个手背的这个向前没有做好，只有停顿。但是这个球其实有时候就是很难讲，你如果说力量打的这个角度打得很好的话，其实无可厚非了。Service over seven ten。哇，这球应该也是没有过网，没过网。目前伊圣龙是世界排名第七，陈志炫是世界排名第四。哇哦，突然发力，可惜打成了挂网，让陈志炫呢11-8，三分的领先来到了第一局的
中断休息。其实刚刚特别谈到，就是陈思炫今年的超级系列赛，他是总共参加了11战，拿到了韩国公开赛的冠军，战绩是19胜10败。那么伊瑟农其实是21胜10败啊，比陈思炫多了2胜，而且他除了在印尼公开赛拿到亚军冠军之外，在印度呢也拿到了亚军呢啊。当时他在印度呢还曾经在准决赛打败了当今的球后马林。但是好像在决赛里面输给塞纳。对，不过能够在一个球季里面拿到两次打进超级系列赛的冠军，拿到一冠一亚，应该是表现算相当不错了哈。当然，今年马林是等于算异军突起了。在今年之前，他事实上没有拿过任何超级系列赛的冠军。虽然去年世锦赛冠军，对，那么今年一口气参加了10战的比赛，拿到5战的冠军呢、啊嗯，而且打了最终的战绩在超级系列赛是35胜5败，跟成龙一样，成龙也是参加10战的比赛，拿了5战的冠军。对，战绩也是一样，35胜。是，所以当今的球后是马林，应该是实至名归。对，哇，这球，看起来这个突然变线的角度不错，但是打低了啊、哦。这球角度落得不错，这是一个直线攻击。对，但是前两拍都是直接打直线攻击，但是第三拍打的是变线的打法。这个角度落点极佳无比啊，等于是过往即坠，而且出拍的方式呢，非常的轻巧。有一点直接顺着，就是往对角的往前拨，刚好，而且让陈思炫的步伐出现了问题。哦，机会来了，利用对手陈思炫这个回击质量不足的情况之下，刚刚伊瑟农一个上前直接重扣，所以在。从伊瑟农这个阶段当中，他的稳定度就表现得就相当的不错。突然发一个短球。机会来了。不过刚刚伊瑟农这个近身球的瓦解做得相当漂亮。这个往前的瞬间化力也做得很好。漂亮漂亮。基本上这一球应该把对手陈思炫给累得差不多了啊。对，来回不断的奔跑啊，前后左右。是，而且这个球当中其实做了很多球路上的变化，还有这个往前的手法做了一点很多的变化啊。像这个球啊，确实是就有一点是压迫到陈思炫。突然往后场压，陈思炫这球大概判断了，在第一时间也没有判断精确。伊瑟农现在是13-12，领先一分，这是他在4-3领先对手一分之后呢，再一次取得领先。这也是伊瑟农在这场比赛第一局第三次领先对手，虽然都是一分。这球应该说陈思炫往后场带的也是位置恰到好处了哈。对，不过不晓得这球如果落地的话会不会出界。其实陈思炫在伊瑟农来说哈，他也可能要想要晃掉，但是又怕是界内啊。
对羽球跟网球也罢，或者是这个所谓桌球也罢，最大的不同就是说，球我不准在不允许在自己的场地内落地，一落地就结束了哈。是啊，像其他运动的话都可以落地了啊。嗯，像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这个乒乓球跟网球都是这样，那相对来讲速度就没那么快了。嗯。哇，突然也要是低攻，还是打挂网。其实这场这个女子单打的预赛啊，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表现的都还算蛮有韧性的，而且可看性蛮高的啊。因为双方是打的你来我往啊，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七度的平手了。嗯，对，嗯。啊，接连的。15来到了第一局的下半，很显然的伊瑟农的这个得分呢是比较连贯，从上半局的落后三分到现在是已经取得一分的领先啊。第四度领先对手。而且在这个阶段当中，其实伊瑟农的表现是比陈池线来的要稳定，而且他又加了一些有瞬间的加速，所以他在这个阶段当他能够把比数给追平，甚至于现在保持一点两分的领先。嗯，终究双方啊，其实从上次虽然说整个对战记录伊瑟农是落后四胜六败嘛，落后两场，但是上一次是伊瑟农获胜，没错，而且已经隔了一年半以上了。对啊，所以在这段期间，也许伊瑟农看起来感觉上。好像这个调整的能力或者他攻击的能力啊，都应该不比陈志炫逊色。哦，对，其实在整个攻击的角度，还是甚至于是伊瑟龙比较多变。这球虽然是虚攻，但是还是打得太高了点。可能要多跟山口先请教一下。哇，这球是好球，非常漂亮，应该多多少少有一点幸运球吧。是。但是他这个球有稍微故意把它拖起来一点，所以也才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在这个才有这样幸运球的出现。很明显的看到伊瑟农刚刚的虚攻啊，他的所谓的弧线太高了啊，对，角度没有掌握好，对，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对对手造成威胁。威胁没错啊，事实上是在整个陈志炫已经球拍在那边等他，对，所以他刚好又打到他的前面，所以几乎来说是整个掉的角度没有掉好。换言之，伊瑟农的虚攻呢，真的不是他的强项。刚刚我们特别谈到这个山口茜在这方面呢，的确可以让很多其他的选手来参考他虚攻的打法啊。对，这是他的一绝。对，最主要是他能够非常贴网啊，然后过网即醉了。而且他的瞬间角度还很快。所以到最后你必须要跑动的距离会这样的长，所以他会调动你跑动。距离很长的时候，那你打下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体力够不够支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哇，这球也压迫到了伊瑟农哈，往后场压，这个战术打得相当不错，迫使伊瑟农必须要用反手拍啊，背对球网来击球，显然回击。质量受到了考验，而且不够精准。想做这个往前的对角，直接勾对角，可惜这个直接挂网。对，这个球打的似乎，因为这个球已经掉下网子了，所以你要做这样的处理，其实非常的不当。如果说做一点对角性的往前处理，应该效果会来得好一点。不过这一球陈思炫的这个往前的质量应该也算不错啊。
在14-14平手之后呢，又再一次来到了平手，这是第一局的第八次的平手。哎呀，这个先顿再打，反而丧失了先机。所以顿了以后，其实球拍的这个位置没有掌控好。来到这个关键时刻，现在竟让对手连拿四分，从领先三分现在变成落后一分，一色浓。这时候必须要稍微，哇，这球放网的质量也高。好球，对，这次是抓住机会了，是再把比分给追。Service over, 18-18. 这个球其实在陈池宪的防守上，他的步伐没有做很好的调整。陈池宪是一位算身材非常高大啊，有175公分，那么。伊瑟农呢只有167，双方在体型上面看起来是感觉上是比较悬殊的。啊，这球哇！不过陈志炫他这种高大的身材，比较壮的这个身体啊，其实，在羽球选手来讲，未必是一个好处了。对，绝对在整个在速度上、步伐上的移动，绝对是没有对手来得好。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在你太高大的，你的腿必然会比较粗。腿比较粗的时候，移动就确实会比较费力。这个现在有时候是考验彼此耐心的时候。如果你贸然攻击，然后打挂网的话反而很容易添加这个对手的信心。其实这个球其实攻也是 也算没有错了，但是最主要就是这个瞬间手的这个角度，手腕的角度压得太快。对，好，现在来到了19-19啊，形同 deuce。 这个幸运球，哇哦 20， 哈哈，对伊瑟龙来讲真的是亏大了。这个球，这个幸运球来得非常的及时。这个幸运球让陈思炫呢，现在已经取得了局末点了，20-19。最终呢，还是打了一个大对角的变线，直接让伊瑟农呢打了挂网，连拿三分，哇！一个幸运球，一个制胜球，再加上对手的一个挂网，让陈时炫连拿三分呢，从落后一分呢，反而以21-19先拿下了。所以整体上来说哈，就是最主要的还是伊瑟农的失误来的算是比较关键。其实双方面都有一些制胜球，但是失误来的比较多，所以你的这个第一局的胜负就很容易做出这样的一些分界判断出来。所以还是如果说伊瑟农在整个他在失误来的比较少的阶段，他反而不但把这个他所落后的分数给追平，甚至于保持领先，但是后续上他又出现了失误。那相对的，在整个陈池宪来说哈，他就表现整个第一局算是比较平稳。当然，对伊瑟农来讲，其实蛮可惜的。他从第一局中段啊打完是18-11落后了，然后打了一波9-3的攻势，以17-14取得领先的之后呢，反而让对手打了一波7-2，是等于是由盛而衰了啊，被逆转了，可以这么说。不过谁能拿到第一局，对自己的这个
气势一定有所提升，尤其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算是相当紧绷的一场比赛了哈。其实双方面展现出来的都是兵家必争的，对，所以双方面其实也还算是一场相当地局、相当精彩的比赛。而且在整个伊瑟龙的多角度的变化，确实也展现了他很好多变的打法。但是可惜就是失误来的比较多。其实伊瑟龙就他的分组来讲啊，他跟两名中国选手啊，王世乾、王一涵、程志炫，跟这是他们三个人同组啊，所以他至少必须程志炫这场必须要赢下来，才有机会打进最后四强。这球还是没过。对，伊瑟龙来讲，其实他的签运呢，也没有说差到哪里，因为他避开了他的天敌奥原希望。他今年跟奥原希望交手四次，全部落败。对，其实现在任何跟谁哈，即使在跟奥原希望来打，都非常的辛苦。对，因为他稳定性够，又能，而且斗志又非常的强。连续两个失误，让程志炫一开赛又连拿两分。好球，位置回得好。可以说是虽然不是重复路线，但是是相同的角度了。对，而且是对手所没有判断到的角度，所以步伐上来说是完全是跑错了位置。对，这球也是非常漂亮，像会钻缝隙一样啊，直接落地得分。往前的角度也是非常漂亮，不过刚刚程志炫把这个球给救起来了。好，这个球多拍了哦。可能对双方的体能来讲都是一个考验，不过最终呢还是伊瑟龙打挂网。双方面也确实这球确实影响到两个人的体力的。对，不管是伊瑟龙或程志炫呢，在今年都曾经跟我国的白玉珀跟徐雅琴啊有交手的记录啊，也都获得了胜利。这一球。双方来回的拍数39拍。其中程志炫呢，还在韩国公开赛的八强赛时呢，也跟小戴有交手，也是赢球。程志炫这球竟然没有动作，哎，是，其实这球应该照理来讲不是那么难判断的，哈，没错啊，所以这球没有接，其实就算是有一点诡异的了，
不晓得陈诗炫的体能上面能不能支撑得住啊？这球哦，应该还是界内哦。很明显的是界内，并没有压线。是。哇，可惜，打易瑟龙的反手位置，打一个直线，结果易瑟龙的这个回击呢，直接挂网。我们来看看这个发球啊，高了一点啊，呵呵，好像是不是长度也不够？这个角度打得很好。对，感觉上双方在第二局的速度啊，好像已经没有第一局快了啊。换言之，双方的体能可能都有一点点受到考验啊。对，尤其刚刚那一个多拍。刚刚那多拍呢，虽然陈诗炫把分数给拿下来啊，但是也接下来也被对手给拿两分。是，因为一个多拍，其实体力受到影响，你只要稍微一点步伐影响到的时候，你的出拍的节奏就会受到影响。有机会直接进攻啊！这球显然挑球的力道稍微弱了一点，对，距离不够，对。当然，易瑟龙在第一局啊，17-14啊，领先三分的情况之下，因胜未胜啊，其实很可能会让他陷入苦战啊。至少到目前为止，在第二局里面，他是一开始就陷入了苦战。哦，大角度的，对，这个球算是一个滑拍的对角性变化球，啊，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角变化。出界了，哇，这球对易瑟龙来讲很重要，相对来讲。陈诗炫如果他主动进攻的话，他的稳定性其实是比较高一点的哈。对，所以易瑟龙如果说能够维持自己的稳定性的话，才有机会在第二局啊再翻盘。今天的易瑟龙的反手拍的位置的处理球还是蛮失常的。其实这个球不难处理，应该算是他自己的失误球。对，他也想做一个往前的对角。易瑟龙因为刚刚的进攻比较多，进攻挂多，所以现在看起来他的进攻的欲望相对来讲受到一些影响。这个球也是陈诗炫自己的这个对角性的失误。这球有可能出界。这球从我们的角度看起来有可能出界。对，但是这球就这个误判哈，确实是出手的话哈，确实影响非常大。对，因为你如果晃掉了，应该是出界，但是你不但出手，但是又没有过网，应该是你的得分变成是对手的得分喽。
啊、哦，漂亮。嗯，这球在出手的最后一刹那了，突然把这个力量给放掉。对，而且做了一个角度上的更改。嗯，啊、哦，但是刚好是位置还算是相当好。嗯，这球很明显的伊瑟农啊，面对这一记近身球也受到了一些挤压，是让他回击的质量呢产生了一些大的麻烦。哇、哦！还是一样，伊瑟农如果没有办法克服他这个失误的问题啊，他会打得很辛苦。11-8，跟第一局前半段的比分还是一样啊，仍然是程之炫带着三分的表现来到了第二局的休息时段。啊，伊瑟农刚刚在第一局没有拿下英胜未胜啊，所以很可能让他心情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那么伊瑟农除了在印尼公开赛拿到冠军、印度公开赛拿到亚军之外呢，另外在香港公开赛以及法国公开赛呢，都打进了四强。那么程之炫呢，打进四强也是在澳洲跟丹麦都打进四强，然后在韩国公开赛拿到了冠军。相对来讲，伊瑟农的这个成绩是比较好一点，因为还多了一个亚军。想要做往前的一个对角，直接打挂网。不过这球应该也有这让对手伊瑟农啊体力稍微做了一点消耗。今天伊瑟农真的他发力进攻好像成功的几率啊不动真的不高哈，是这个球打得真的是太勉强了，因为已经在侧身的时候已经弯腰弯得很大的角度哈，事实上又受到了一点压迫，但是他想勉强攻击，如果说这个球再做一个对角线的滑拍的话，可能效果会来得好一点。对 Service over 10 12，这球直接接发球啊，相当漂亮。是，有两次动作。对，对伊瑟农来讲，他真的必须要稍微打得稍微有点耐心了、啊，因为既然进攻成功的几率不高，那索性就来打消耗战。当然，首先必须要克服这个体能的问题了啊，体能必须要罩得住。是。如果说哈，你把整个身体给放松下来的话哈，那你的体力消耗是不会太大的哦。就是在这个，你就是说，我就是不进攻你，但是你像有的时候就是缓拍，在左边的时候你做缓拍的处理，那时候你的步伐就跑动不会那么多，但是因为他想进攻，所以他做绕头，所以步伐就必须跑很多。在。进攻的成功率没有对手高的情况之下，也许打得比较有耐心啊，跟对方来个多拍的僵持，或许也是一种选择之一。这个是非常可惜。对，就是这样子，你就轻轻的去把这个对手的角度给控制好就好，而且不需要浪费太多的体力，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打多拍就要有多拍的打法。现在让对手进攻啊，反而的确也是不错的选择了啊。现在终于来到了领先了哈，虽然一分的领先，但是
这个意义非比寻常啊。在第二局里面，这是伊瑟农第一次领先陈志炫，仅仅一分，但是对自己的士气的提振应该多多少少有帮助。力道用得太谨慎了，是，而且这个球它最主要的就是在搓球的时候，它是在搓在球拍的上沿的地方，对，上沿的地方，而且它没有瞬间，它是直接用整个手腕用割的打法。如果说它是瞬间发力的时候，这个球就会好，但是如果说这样子一个平面的割球的话，这个球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已经被带开了啊，整个角度被带开了，腾出了右半边哈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让陈志炫呢直接可以做一个大角度的攻击。整个人几乎已经是出了场外了哈。对，身体被带开了。对，来回25拍。是，跟之前啊最多来回39拍，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差距。对，对，但是球来回的速度节奏还算是相当快。好，漂亮，漂亮。这往前的对角让陈志炫呢跨了好几步，还是没有把这个球救起来。有一点停拍，再做一个手腕的对角勾，所以对角勾球，这个球动作算是比较有一点隐秘。在第一局啊，伊瑟农就是在得到第14分之后呢，带了一波4-0的攻势，取得是7-14领先。这个剧本跟第一局啊还是蛮类似的。好球，好球，好球！这个有一点带披萨，所以好像是看有可能会出界，但是会瞬间做一个垂直的这个掉下来。伊瑟农今天像这种的披萨哈，能够打进界内的，比失误的其实要少一些。是。刚刚是陈志炫有提出的挑战哦。Challenge unsuccessful. 15-40. The U1 challenge remaining. 陈志炫这次挑战失败之后呢，他的在第二局的挑战次数呢，剩下一次。来。漂亮，不断的往对方的后场压，然后伺机突然一个变线，然后打一个往前急坠，其实今天这种伊瑟农这个往前急坠的球，像这一拍打的那么漂亮的还真的不多，还不多，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这个滑拍的手法，是，这个球确实是用一个滑拍，但是力量使得非常的好，
好球，这球陈志炫的也不让刚刚一胜能专美于前了，也打了个非常漂亮大角度的变线，直接落地得分。其实在陈志炫这个球也算是他拿手的一个球啊。他以往这个球他的制胜球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来似乎来说是很比较少看到这样的制胜球。哎呀，角度太大。60-all。好，再度把比分给咬紧。线的攻击的确让伊瑟农啊有点措手不及啊，打得相当贴边线，最主要，他距离这个球的落点，坦白讲有一段距离。对，而且他跨了，确实是已经跨了最大的脚步了。在最后的决胜阶段，难道都在考验对手吗？啊？是，这一球还是没过。对。整个过程真的跟第一局的后半段有点类似，不晓得伊瑟农啊，待会能不能翻转一下战局啊？那伊瑟农应该也很明确啊，不断的来个四角的拉掉，要不然再来做这个四七的这个往前的小球的虚攻啊。是，可惜这球还是打挂了，让比分来到了19-16。现在陈志炫一口气连拿五分，他在第一局呢也曾经一口气连拿五分。如果说伊瑟农在第二局也输掉的话，他几乎都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在最后的阶段，虽然一度落后啊，一路落后，但他都也曾经超前，甚至又被对手反超，这一点对他来讲的确是必须要克服的一些问题。对，其实在整个今天好像是伊瑟农的战术上的应用好像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有时候好像感觉他是在做一个四角拉吊，但是目的上是不是在这样要拖垮这个陈志炫的体力，但是事实上在整个他的节奏又做了，所以他一直在不是非常的明确的战术上的应用当中，就他的这个整个战术一直在变就对了。所以有可能在当陈志炫的体力出现了问题的时候，那你在战术上你又再做一点攻击上的这个改变的话，那这个体力他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当中陈志炫会恢复体力。好，这球可惜。哇，想孤注一掷了这一球。没想到反而自己又打成出界，让陈志炫现在是取得20-17领先，而且有三个赛末点。现在伊瑟农几乎已经退到悬崖边崖了啊。所以这个球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可能陈志炫已经体力出现了问题，但是你偏偏在这个阶段当中你打出界，所以现在你对这个陈志炫的战术上已经没有什么，你已经无路可退了，所以陈志炫一定会孤注一掷，就是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最后一分，就算体力已经消耗非常多了，但是还是要拼你一分就够了。对，不过这球看得出来，伊瑟农还是打得非常大胆了。虽然今天这样的这个直接的重拍哈，成功的几率不高，但是这一分呢还是拿到了。对，但是相对的这一分他就不敢打得太边边了。还是有两个赛末点待化解。
李振龙仍然没有脱离险境。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9-20，刚刚是非常高质量的网前球，造成了陈池炫的挂网。哇，所以这一球陈池炫应该要掌握，应该不会画长球。连得三分，是化解了对手三个赛末点，哦，让比赛回到了原点。这连拿三分，应该是哦，易胜龙在关键时刻也展现哦他大颗的心脏啊，打得非常关键，非常稳定。是，嗯，这个球确实打得非常的果断。嗯，来到了20-20，现在真的是 deuce。等于拱手又把机会让给对手，一次发球失误。对，这个失误是不是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喽？对，嗯，这个发球失误等于放送陈池炫再取得第四个赛末点。哇，好不容易连拿三分，可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出现这种失误。漂亮，嗯，非常漂亮的往前调动对手的脚步，然后拉出一个空档，直接打落地得分。嗯，哦，这个球其实陈池炫发球的节奏被这个易胜龙给掌握到，嗯，所以如果发球再多一点的变化的话，可能在易胜龙就不敢直接去抓这一个发球。啊，这一分，啊，对易胜龙太重要了，而且他的确在最后的这个关键啊，打得相当胆大心细啊，把他的这个看家本领全部拿出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把失误啊稍微减少，除了那个发球失误，那的确是最关键的。对，这个球脚步有调动，对，哇，这个球漂亮，金龙，嗯，这往前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手的对角，哇，直接落地得分，而且看样子这个陈池炫对这一球是完全莫可奈何，是，嗯，反制的动作啊，这个只跨出一步而已。好，现在22-21，现在易胜龙全场唯一的局末点出现了。哇，漂亮！哇，连得两分，等于是最终呢，在17-20的情况之下，落后三分的情况之下呢，易胜龙打了一波6-1的攻势，以23-21拿下了第二局。这个情况跟第一局的情况刚好相反啊。嗯，当时这个易胜龙呢是在17-14领先三分的情况之下呢，被对手打了一波7-2。我们休息吧，待会回到第三局的关键决胜局。双北区公司自送，晚上订菜，早上送达；早上订菜，下午送达；下午订菜，晚上送达。市场就是我们不消市。欢乐看最强追剧 APP 同步播映零时差，走到哪就看到哪。强档韩剧周周更新，欧巴欧尼让你追不完，还有精致古装大戏，随选随看，天天都不无聊。立即下载欢乐看本 TV。
全新赛季，全新挑战，全新的 FedEx Cup， 最刺激的美巡赛季即将热血开打。谁会是美巡赛的最大黑马？又有谁会是夺冠的大热门呢？锁定博斯高球台，一同热血开打。好，现在来到了第三局，陈思炫刚刚连拿两分啊，取得2-0的领先。哦，这个让陈思炫身材高大的这个选手弯腰救球啊，的确是消耗对手体力最好的方式之一。对，而且是勉强的弯腰，再回来的时候，再起来的时候，那个体力是消耗最大的。对。那么陈思炫按照他的体型175公分呢、啊，应该看他的体重应该，应该有超过70公斤。哇，漂亮！不过有没有出界呢？这一球？嗯，还好是界内。是。哦，有一点停，再出拍。感觉上这个，至少出拍的一刹那，动作还是蛮快的。对，哈，就是你在停的时候，对手是不敢动，而且你最好的时候再做一个近身压迫，很容易去挤破到对手。哇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对角的滑拍啊，等于有点虚功了啊。其实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当中哈，陈思炫可能去碰到了就是撞墙的时候。对，所以其实他这个球只要他一动一步的这个步伐就可以打，但是他确实上就没有这个步伐上做一个移动，那可有可能在体力这个时候这个阶段当中出现了撞墙。对。这是伊瑟龙呢在等于是第一次能够在一局的前半段领先陈之炫两分。那么在第一局第二局呢伊瑟龙事实上在上半段都是处于落后的啊、有领先顶多是领先一分。啊，这一球出界哇，但是陈之炫现在马上提出了挑战。5-2。不过这个摩里西斯的裁判似乎并没有接受对手的就是陈思炫的这个挑战的要求。对，他是有马上举手起来哦。对哦，所以这个时候是他是应该是挑战是成立的。不过很明显的这个
裁判认为你这个挑战的提出的时机是太晚了，嗯，所以一口气一色浓啊，连拿五分。这个往前的对角应该算是易胜龙的最拿手的一个绝活了哈，你看连续两拍都是往前的对角。嗯，哦，这个球胜负就很容易分明了。对 ，six， 哇，是连拿六分了。易胜龙从第一局打到现在第三局的前半段，之前从来也不曾连拿六分过。嗯，很明显的，刚刚廖志贤老师的推测，陈志炫现在他体能可能真的碰到撞墙。嗯，对，而且其实这个球刚刚在易胜龙后场的挤压，这个球其实它的这个长度似乎来说不是很长，但是陈志炫想要做瞬间的起跳，但是就跳有一点感觉他没有办法完全是跳的很好。这球还是好球吗？嗯 ，seven two 还是好球，似乎步伐已经有一点慢掉了。对，嗯、而且感觉现在，易胜龙也比较敢打那种边边角角的位置了哈、啊，因为你现在已经领先比较多了。刚刚看到他在第二局的时候，的确打得非常辛苦，打得非常小心啊。嗯，但是还好，就是他后续上他的还是照样的很果断的敢打。对。哇哦，现在来到了第三局的前半段，在这一波连得八分的攻势之下，现在陈志炫似乎已经明显的居于劣势了哈、啊。对，比分似乎有被拉开的这现象。还是失误，对，相对的失误会是长得多了。嗯，陈志炫不但失误多，而且易胜龙的所谓的制胜球也变多了，在等于一消一长的情况之下啊，真的比分越拉越开。哎，可惜，嗯，脚步稍微跨慢了一点。终止了这一波连得九分的攻势，不过易胜龙啊连拿九分大进步，对他来讲在第一局的这个前半段啊，看样子这个气势上面已经上来了。哇、哦，这个球是反而易胜龙受到了陈志炫的调动。Four, nine。不过从刚刚接连陈志炫拿到的两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易胜龙稍微打得比对手主动，而且能够支配对手的步伐。对，而且最主要的就是现在的节奏已经掌控在易胜龙这一边了。嗯。哦，这一球还是出界，所以像这种球会打出界，其实都很好打，对。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整个心跳的速度太快，会影响到你呼吸的节奏。那呼吸的节奏一影响的时候，就会影响出拍的节奏。换句话说，所谓的这个表现就比较不稳定了。对，哇，这一球角度打开了，直接打成出界。Five, ten。当然，对易胜龙来讲，要逆转胜，在第三局啊，也不能掉以轻心。
对，其实现在打的方式是对的，所以你就应该继续照着你这样的节奏再走。对，哎，没想到陈俊炫这个球啊、处理的好像也是有气无力，直接发球就出界。现在对陈俊炫来讲，应该稍微回想一下，在整个第一局后半段，处于14-17落后的情况之下，他打了一波7-2的攻势，可以作为他鼓舞自己的一种力量。可以啊，其实很多战术上可以去做应用，跟让你去调整体力呢，甚至于来说就是挑战也是一种战术上的一种应用。对，你就可以借机稍微得到一点喘息的空间。所以只要的这些在合法的战术应用当中你可以去做一点调整。对。不过刚刚我们看到这个陈俊炫好像也吃了一块糖应该是补充自己的这个能量了热量。那么这场比赛经过2局半的鏖战也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11-5 play。那么过去伊瑟农跟陈志炫呢只有在去年是去年跟2012年是有同时参加超羽年终总决赛，但是他们始终不曾遭遇过。这是他们在超羽年终的8强的总决赛第一次碰头。可惜没有过网。不过刚刚经过了这个1-2分钟的休息之后，陈志炫他有没有可能已经走开了这个撞墙期，在第3局的后半段又表现得稍微更稳定一点？有，也有机会啊。有，因为这为什么所谓的就是撞墙，就是因为你这个呼吸上，还有就是瞬间你血液的含氧量稍微比较少，所以你只要呼吸调整过来的时候你有可能体力上会有一点恢复。双方现在都打拉掉啊，不过最终呢还是打了一个变线，直接虚空球落地得分。对，陈志炫的得分。但是明显的就是伊瑟农还是想要以体力去拖垮这个陈志炫。当然必须要避免自己先被拖垮。至少到第3局的后半段，看起来陈志炫好像感觉有点复苏的迹象。连拿2分。这球好球，这个落点非常敢打。Service over, 12-7。等于是一个对角的变线，而且这个距离，这个变线的距离，它算是飞行的角度比较短的。对，它是算是有一点变线上的一个对角它算是又有一点带有点伤所以这个球算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打的点。还是发球的问题没过网。对。9。但是这两个失误可能会对陈志炫的信心会有很大的帮助。对，这两个失误尤其是发球的失误，对陈志炫来讲真的是天降甘霖。对，所以现在只有剩下3分差。对，3分差的话，那你如果说刚刚那2分如果被这个伊瑟农给拿到的话，可能就是7分差，那陈志炫一点机会都没有。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陈志炫竟然也打了一个后场压迫的出界球。是。
胜的话，还是尽量不断的让陈世轩在跑动。他的策略就是这样的啊。14，所以往对手的左右后场来压迫，然后偶尔来一个虚攻啊。所以他的变化确实来的比较多。而且陈世轩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他的这个在整个后场的大对角的，尤其在右后场大对角的这个杀球来的比较少，所以他杀的大部分是直线，所以对手很容易测。就是像这样的球，对，我们说了这样的球，它的变化来的比较少。对，但是你看他一打出来，就马上有出奇的出其不意的效果了。对，这个重复路线的确也造成了伊瑟农的判断失误啊。哇，这球幸运球，看看有没有机会，被猜到了。哇，难道还是幸运球吗？幸运球，哇，连续幸运球。陈志炫从上半局的落后六分，现在追成仅仅落后三分。是，发球的这位是陈志炫，韩国的选手，世界排名第四。好，出界哦，又出界，哇！这一连串的反攻，现在陈志炫已经连拿三分了。连拿三分是他在第三局第一次能够连拿三分，之前伊瑟农呢还在第三局啊，还曾经连拿九分啊，从0-2变成9-2。不过陈志炫似乎不气馁，一分一分的追。接了，对。不过现在伊瑟农的这个打法应该算是比第一局的时候、第二局的时候更明确了哈。对，就是我就是先让你不断的跑动了，让你能够在体能上面啊未必能够应付，然后自己出现失误。是。是出界了，出界了，还是压对手的后场。16。不过刚刚有一拍，其实，我们看到伊瑟农其实已经空出被带开了啊。但是，陈世炫当时并没有打这个空档，现在打这个角度又太开了。对，这个失误确实打的算是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很大。对。哇，这球是怎么打出来的？对，有点不可思议。滑拍的点杀，但是角度确实打得非常的好。没话说啊。好，在被对手追成仅仅领先两分的情况之下，伊瑟农及时的稳住阵脚，现在又把比分拉开成相差五分。现在双方在第三局是大部分的时间现在都在两分到五分之间了，在徘徊。对陈世炫来讲他还是有机会啊。刚刚特别谈到他可以把第一局在落后的情况之下打了一波7-2的攻势，反败为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作为替力自己的一个精神战力啊。这球等于是被伊瑟农给拆个正着啊。伊瑟农这个球打得非常的聪明，他是做一个有一点起跳，但是打后场，所以也让这个陈世炫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对，这个判决其实还是蛮精准的，虽然差
有限，哇哦，这就是出手先顿一下，严重的调动了陈时炫的步伐。是啊、哦，这个球手法运用的非常的巧妙。嗯、这个球它有这个球有两三种手法上的应用，它是好像又要打对角，但是又好像是要打直线，结果它是用一个整个外勾回来，结果打一个后场的直线。嗯，巧妙的应用手法了。陈时炫的体力应该出现问题了。对，哎，不过这球应该是应该界内哦，界内好球。嗯嗯。Service over, fighting. 好，现在回到了六分差，刚刚七分差是等于是全场双方差距最高的一刻、哦。是。当对伊瑟农来讲啊，再拿两分就可以拿到整场比赛的胜利，他可以，现在。应该算要一鼓作气了哈。如果让对手活过来的话，其实也挺麻烦。对，所以十九分还有机会，但是在如果再以二十分来说哈、嗯，大概就可以顶。14。对，在接发球的时候想带一个往前的大对角，嗯，可惜这个带得太开，嗯，直接出界。哦，还是好球哦。哈哈，应该出界。嗯，哦，出界了，是被判了出界，那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嗯，14-20，现在伊瑟农已经拥有6个赛末点。哇、嗯哦，直接出界，嗯，等于奉送伊瑟农在第三局里面以21-14拿下。对伊瑟农来讲啊、哦。鏖战三局19-21、23-21、21-14，当然比赛的关键就是他在第二局20-21落后一分的情况之下，连拿三分逆转了第二局，对，来到了第三局，等于就是打了一波9-0的攻势之后，海阔天空，终于拿下整场比赛的胜利。对，所以陈子健最可惜的就是在第二局已经有出现的赛末点，他。没有把这个比赛给拿下来，这个是最关键的，因为他在整个调动上，尤其后面的话，他确实的一些问题出现的，就慢慢的他的体力上撞墙已经出现了问题，所以让伊瑟农有很多很明确的战术可以去应用。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第二局制胜局关键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局末点的话，没有拿下来。这个是最主要的关键。对，等于陈炫在第二局拥有4个局末点的情况之下，而且还被逆转，输的确也相当的可惜。对，好，这场比赛我们转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待会要为您带来男子双打的比赛，是中台队由世界排名第一的李文娜跟李文静，而迎战中国的苏凯东跟张楠。